你那也你有一百八皮路嘞，表哥是，把给啥来表哩？给我打嘛。 该表白给啥？为了帮你们，想我啥嘞？妈，哎，你给啥子？是这么去找我？我上有嘞。我去他们家要的，他们家我也没的，趁你来了。他们是我用我来这把不如拿路亚了嘛嘞？那你要啥子？先给我买啥把路烧给俺们表啊嘞？你话看看就是，咱们没买那么便宜。他们哎，给啥子？也挨的嘞，挨了，这确实困难的也那皮肤嘞。 怎么晓得该表呢？我好不如追你啊，先有那一天呢，有来说不，先把我们来吃那顿，先把我们来吃那顿，先有嘞。那这怎么有你啊？不？怎么有你？没得那些没吃了嘛？想吃了，趁人家都打到了，我好不想这么嫌弃的，现在俺们大家生这么对了嘛，搞没？ 去，俺这看不到多少毛呢。他们住住外嘞，新地了，沿边上高呢。你妈现在的压力压起来了。老板是越住越老偏嘛不？老板不是有说偏了面了哩？俺爹我阿姨是谁照顾伢嘞？等俺我这说了，白出去睡了面，白老多的追了个面，沿边上高呢，谁别瞎意。没听呢。等俺我这说，沿我高呢，俺们讲那个李家他们的妹妹。找我了。 新妹妹内容啊，比如说芝麻干啥，我们都要你难受。好的，那明个我现在去。可先找出来，芝麻干啥，明个我弄。